我们这些商人呐，为了赚钱，什么手段都使出来啊！不是为了赚钱，不是为了赚钱，您为什么那么急嘞？一开口就是铜臭味，还说不是为了赚钱。老头儿，我读书少，您是大教授，您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叫铜臭味儿。 你们搞研究，搞大学问，归根结底，教不好书，带不好学生，算不算失职？我呢，就是个商人，我赚不着钱，让跟着我的几千个员工吃不上饭，我就香了。您就看得上我了？<笑>强词夺理，没什么理，但是我说的是个事实。 说实话，您这新材料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因为这个跟我先生大吵一架，他要召回所有不符合欧盟标准的货。啊，这是我们生意上的事儿，我跟您解释一下。就是我们之前生产出来的和正在生产的所有的大量的货全部废了，我不光挣不着钱，我得赔上大本儿。 我要是唯利是图、铜臭味儿，我用不着这样。我还在这儿蹲着，用柴火给您炖鸡。我真的没什么文化，但是我打小做买卖，做点生意赚点钱，对我来说不是个事儿。我干嘛跑这儿来受您个气呀？那你到底为什么？为了我先生啊。 他非要啊！他说您这新材料有意义啊！我没有他那么高远的眼光，我看不到那么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您那新材料研制出来了，什么时候能换成钱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先生现在因为这事儿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没心思干任何事情，像困兽一样在笼子里边乱撞。我心疼。 说来说去啊，我还就是个女的，干不成什么大事儿。我这先生要是垮了，我这家就垮了。您说要是这家垮了，我赚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别的我也说不出来什么。老爷子，我刚才对您。 有点不尊重，不好意思啊！哎，小心啊，姐。 有事儿吗？朋友说给我送来一盒好茶，我说让你尝尝，要不要过来一起泡？我最近胃不太舒服，近段时间都不想喝茶了，陈总还是回自己的房间享受吧。 谭业公主啊，这个我们俩把日程表对一下。说，鉴于目前啊这个新材料关键性人物卢教授已经拿下，那么说我们要做一个充分的。今天早上，小王有把一份材料放到您的办公室。 上面把后面的日程写得很清楚。至于细节问题，我们还是等新材料研发出来再讨论。
现在有点为时过早。随便。上你自己房间去折腾。要搞搞你自己的，不要搞我的。我自己都活得很好，唯独你这里养什么死什么，这样对风水也不好，所以呢，我打算帮你搞搞。我就是想看他是怎么死的，管着吗？罗玉竹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在问你话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你杵那儿有意思吗？啊！人都来了，做那些没有用的事情有什么用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有这么难吗？什么叫没有用的？我给你送茶，我给你伺候花，这叫没有用的？你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？夫妻一场，我现在在办公室，少跟我谈这么多年夫妻。玉初。小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，我这个人呢，啊，不管怎么讲，也是一个集团的董事长。确实，我这个面子观念很强，但说这个事情你也不能怪我的，对吧？是这么多年你给我惯坏的，但说这次。我听说，你为整个集团的前途和命运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努力，我这个心里确实是一下子就特别的。所以，我现在诚心诚意的想向你表达一份好奇吧。关。我想表达我的好奇问题吗？滚！我是一个楼的董事长，我想问问这个事情怎么做的有问题。这是你最后的态度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人没有办法沟通的是吧？陈总要是真的很闲呢，就回你的房间跑步去。好。我还告诉你，我现在不跑步，我现在改做俯卧撑了。谁？你。我现在一口气，我百十来个挡不住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流行负重。妈，他
你们在这玩什么呢？这是。那个，我办公室没水了，我过来打点水喝。赶紧拿吧。啊。哎，爸，你小心你的腰。 我打水，打水。爸，留下一点好啊。哎，怎么样，踏实没？ 妈用一只鸡就把卢教授给搞定了。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？说的就是呢。他都跟他说了，那个山里啊，我们承包了30年，那个卢教授宁可没鸡吃，他都不松口。后来，我妈让我们都走了，一个人等卢教授。哎，没想到这事反而成了。你们走了之后，你妈妈跟他讲些什么？哎，我也是想知道啊。我问了他好几遍，他就是给我卖这个关子，不告诉我。 解决了就好了。爸，问你，你和我妈是不是最近有点问题啊？你什么乱讲话？那我什么问题？我们两个好得很。哎呦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您就别瞒我了。我妈那人啊，我最清楚了。她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她对你下手越狠，她就越疼你。你是当儿子的，现在要教训起老子来了是吧？ 天宝，来喝点水，先休息一会儿。喝点水，真辛苦你了。再喝点吧。小玉，长胖了，以后啊，就用这个跟叔叔聊天啊。 你寄来的摄像头都不会安，请县里人过来帮忙安的。村长，以后咱们又可以用这个视频开视频会议了。就是信号不好，小玉啊，非要让你看他画的画，看。村长，村长能听我说话吗？ 邱总，有人送了一束花给你。谢谢啊，嗯。哎，谁给你送的花啊？玲，还挺漂亮的。 2个月催货一箱张辉的货，咱俩清了。OK， 两清了。跟你爸说，以后接你们的新产品出来，我就接金蛋了。没有问题。一块吃个饭吧，来啊。去吧。好吧。再给我上一份特价菜，饮料可以换吧？ 不能，先生。这顿饭我来请啊。啊，no，说好的，还是我来，上吧。我知道你这2个月没接过什么生意，但是不需要这样接受啊。我其实是请你好好吃饭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
说什么呢？没事儿。一般来说，特价菜是餐厅的短板，能做好不容易。我考察这家餐厅很久了，从品质和味道上都还是很好的。那，你不要找借口，这不是讨女孩喜欢的方式。对不起，王先生，刚知道您是我们餐厅的股东啊，这个饮料可以换。你说他是什么？啊，餐厅股东啊。啊，对了，顾客都有权利去点特价菜，告诉你们的于经理，大气点。好的。Okay, so you have a rich father. 不是，他不会给家里要钱。我这个是靠一片竹林产的谷，这里的有机菜、肉禽蛋还有鱼，都是由我们来提供的。哎呀，我跟你学到不少东西，例如你的勇猛，你的赌性，还有我以前不会向女孩表露自己的感情。但是我现在会了，谢谢。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别闹的。得赶紧治了啊。哎，今天我看莱昂有点懵啊，是不是被吓着了？他被没被吓到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反正我是被吓到了。这就被吓着了？我这还没当你面说三个字呢，要是说出来更吓。哪三个字啊？卢教授。您找我啊？成了。环保型金属食物，高塑料新基合金材料。有毒成分远远低于欧盟的最新标准。阿忠啊，祝贺你。跟大家通报一下现在这些情况。第一个消息，在王旭的不断努力，哎，王旭哪里去了？王旭啊，这儿呢。在王旭的不断努力之下，联合国开发署的认证终于发下来了。好。第二个消息，骆总的不断努力之下，我们终于迎来了新材料研制开发成功的这一天，并且新材料也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为我们玉珠集团首用。好，玉珠集团这些年蛮不容易的啊。我们玉珠人披荆斩棘，真是历经磨难，我们终于攻克了9981难，修成正果，迎来了凤凰涅槃的这一天。你说这个是双喜临门也好啊，多喜临门也罢，我想我们玉珠集团真的是要改头换面了，玉珠集团要气象一新了，玉珠集团要一飞冲天了。我决定从现在开始，首先把我们玉珠集团的名字
做一个变更。从现在开始，玉珠集团正式更名为新玉珠集团，我们要打回欧洲去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最最重要，鉴于这些好事情的到来，公司高层经过慎重的、谨慎的、审慎的研究，我们最终决定发奖金。没问题，小王啊，你一个人去财务那里领奖金，领几个月的我都没有意见啊。其他的人，春节一过完，跟着我们去迪拜旅游。是工作旅游，除了这个旅游之外，都把考察的任务给我担当起来啊！好，哎，大工程，大工程，大工程！你们快来！哎，本人熊杰拿到了你们刚实验成功的新材料。他们的团队已经开始大批量的复制了，我想第一时间让你知道。他从哪里拿到的？我不知道，我马上要上他的船了。杨雪，杨雪，杨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给谁打电话？朋友，我帮杨希度过这场危机，把那些一向威胁你的老东西踢出去，现在又陪你到迪拜来，了了残局，你还拿我当外人？你记得两个月前我跟你说，陈江河很快会来求我。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无奈明月照沟渠。分手，请求我们就赶回去。我知道陈江河迫不及待回来见我。我教你帮我做一件事，陪我去见他，像女主人一样。我订景点，告他。来不及了，那个律师现在已经讲过了，说所有的专利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根本就不受保护，何况我们现在连报都没有报。他怎么可能轻易告诉杨雪？你阮文雄的敏锐，早知道杨雪对你的情意。也许阮文雄恰恰就想通过杨雪让我知道，好让我主动找到他。所以这个人确实比我们高。到底谁泄的密啊？陈总，陈总，娘的名单我列出来了。你，哎，有卢教授，他的三个助手，还有咱们公司的于副总，司机小李，还有洛。怎么又把骆老先生又写上去了？对不起，骆总，那个本来是已经划掉了，但是汪副总的意思是最好一个不落的都写上去，所以写上去也没有关系。你告诉汪副总，到今天，谁卖我，我父亲都不会卖我，这个责任我来负。知道了。
现在这个地方还是蛮有格调的。人不能光赚钱不享受生活，这些人赚不到大钱。雪，你喜欢喝咖啡，人家客人就喝茶的。我不会沏茶。看来阮先生是要在我们义乌安家了。啊，寡人落叶归根吧，请坐。两回冷淡我们，逢必生非。哎，雪儿，这个跟我们研制出来的高速视频合金是一模一样的。阮总戏演的还蛮好。阮先生。有一个字啊，叫偷。当然这个字肯定是不适合我们这样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人送过来的。谁呀？吴和峰哥，人家相信我，我不能出卖伙伴。那听起来阮总还蛮讲义气的。那你为什么要侵犯我们呢？好了，这些话不讲了。不管怎么样。我们朋友一场，我们夫妻两个今天来也没有别的意思。其实想问一下，说阮先生打算如何处理这件事情？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这个老实说也很矛盾。这个宝贝，现在用北京的标准已经非常苛刻，而且这材料的有毒成分比他们的标准还要低。高速性，难得呀！这新材料是我们玉珠集团和大学实验室合作研制的，未来是受法律保护的。现在没有啊。这是苏尔劝我，应该跟你们合作，大家朋友嘛。他的话，我合同圣旨，不然。我一走就说出去。你这样讲吧，那我特别想听一听阮先生打算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方案。好，我最喜欢通话人，上次跟陈总在视频谈，哇，我已经知道你能够做一个大事。在这里，我跟两个交个底啊，我人事集团不管是做贸易。还会做矿山、房地产、金融、保险。其实我只不过是家族一个代言人，饰品就是一小点。你们在欧洲之争，我一直在关键。其实大可不必了。杨氏贸易他专长是百货服装，让你们就变成五金饰品。哎。听说你们跟德国人合资那个厂房，快要出产品，佩服啊！我也希望我们人事能够往后分为两个部分，就交给你们两个来做。阮总的口才也让人好佩服，明明是吞并，让您说成合作了。大家朋友嘛。你可以问问薛宇，我对他怎么样？要是我们不答应呢？去送送他们。等一下，我劝你们不要跟他斗了，他是我见过最有手腕的人，而且他的家族实力也不是你们能想象的。杨雪，你什么意思？我
的董事会想借这次危机发难于我，他们不让我把货转销给阮氏。短短两个月，他拉一派打一派，活生生的让我董事会的人分化内斗，最后把那些反对我的元老全部都请走了。我建议你啊，早点离开他。为什么？这不正是我爸所希望的？我真想跟他撕破脸。那你就不怕他耍流氓？只要他把这个新材料的视频抢先给推出来，看走眼了。这个人欺骗性太强。喂，是我。是。通过 DNA 检测，我们确定死亡的人就是吴红芳。死亡时间呢是两个月前。到目前为止，他的亲人我们一个都没有联系上。死者在坠河前的最后一通电话，我们经过调查，是你打给他的。有几个问题我要问你。你们的通话内容是什么？我要找一个人。吴姐也认识，所以我就打给他了，问他。没有说什么其他的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那他在电话里有没有什么异样？没有，他还说大家好久没见了，过段日子要聚一下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如果你想起来什么，请及时跟我们联系。你送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一定告诉他们不要跟我作对。没错。因为我这个人不择手段。你只要结果。看来你比任何人都要了解我，是吗？也许是吧。变得怕我了。杨雪，我真的很希望我身边有你这样一个人。你曾经说过想把心交托付给他，现在我把心交托付给你，好吗？我接不住。我想应该也没有几个女人能接住你的心吧。这算是知道所有真相后的拒绝吗？对不起，阮先生，我要回集团处理一些财务，回头我约你。再见。
想歇歇，找个宁静的地方好好睡个觉。请记店家，勿念。没事，露露。哎呀，这两天外公就不能陪你玩了。外公，你干嘛要去上海啊？哎呀，我要找的那个人他去上海了，所以我就要去上海。哦，外公，你去当侦探了，我也要去。哎，你不能去，你得好好学习啊。等外公从上海回来，给你带好吃的。外公，你看你一个人在上海，没我的帮忙，你行吗？嗨，那怎么不行？外公在外头闯荡多少年了，能逃过外公法眼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你好，请慢用。哎，谢谢谢。露露，你看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，外公给你点了一份，你慢慢吃啊。嗯，我得走了，再不走火车就赶不上了啊。嗯，哎。走了，外公。这是我们的申请表。你们辛辛苦苦研制出来，我们能用？当然能了，只要您把这个申请表填好之后，就可以加入社比联盟了。哦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您忙。杨总要是感兴趣，你填一张。露珠，你说你这么做，除了能击入阮文雄之外，还有什么好处？有啊。招会以后，我跟陈江河的压力确实很大。这么做可以收回人心吧，也算是好处。杨总就不必为我们费心了。倒是我对你，多少是有一份歉疚的。我当时真的不应该告诉阮文雄你来义乌了。想我搭天桥。
把愿望在沉默与呼喊之间。